记的记忆，如铁线洁白的衣，喜欢缠着你强壮的双臂，随着你一起呼吸。感谢你慈祥的母亲，回忆你我今世如此的心愿，庆幸自己花儿般绽放过的青春，无悔是我他乡远方的足印。你在干嘛玉兰？酒壮怂人胆。你干嘛？你也想学喝酒啊？你跟魏喝上酒了？哎呀，咱们俩好好聊聊，来，借着酒跟你好好聊聊。你就没话跟俺说吧。你装得下去，俺装不下去了。俺跟你领证的时候，俺就跟你说过，俺是个敞亮的人，俺希望你也是个敞亮的人。有啥话俺都说出来，你就天天把俺给晾着，俺心里别扭。来，干吧。信咱早就不乐意了，得一直忍。俺被莫同意跟你成亲，你心里很清楚，不就是李协理他吗？还包括你，对不对？啊，可是后来你上山劝降，俺也不知道咋的，俺就把你当成家里人了。那么长时间不回来，俺想你一个人在山上，万一有个好歹的咋办？俺心里急的，俺在家待不住啊，俺就上山去找你。俺要不去，你不就死在山上了？啊？你在山上，你对俺真好，俺知道你是个有情有义的，是个靠得住的男人，俺觉得俺嫁给你值了。你知道回来的路上，
那走路都快飘起来了。那回来就张罗着把新房给弄好，把东西给归置好，盼着你回来跟俺成亲。咋不喝呢你？啊！北方，马连窝子就这么大，墨是传不开啊！啊，那么要脸面的一个人，俺现在都被唾沫星子给淹死了。俺一个堂堂的排长，俺活得还不如一个胡才子。这不是我的想法。接之前我不是这么想的，接之后也不是。谁不知道娶了媳妇儿要让她人前显贵啊？嗯。可是要不是王，是啊。俺跟你说过，俺有过男人，俺有过相好的，你都知道，对不对？啊！俺也跟你说，俺跟他断了，要不然你也不会跟俺成亲，俺也不会跟你成亲，对不对？为啥王大勇一来，你就变了个人，你就整个都翻了个个？啊！你觉得俺心里还有别人？你高低就过不去这个坎儿。我是过不去这个坎儿。如果你们俩要是一点事儿没有，我怎么会这样？俺俩有啥事儿？俺俩有啥事儿？王大勇今天给俺来信了，你看。你看啊，我当初我是想，你啥都别说了。俺今天借着这个酒胆，俺把心里话都跟你说清楚。你要是想跟俺好好过，俺们就得跟人家夫妻俩一样，好好过日子。你要是还想不通，那就带着解放走，再也不进这个门。俺给你三天的时间，你好好想想。大半夜找我干啥呀？哎！
你一个人这都喝了半瓶了？不是我。谁呀？郝玉兰。这除了我结婚那会儿看到他喝这么多，这之后没喝过呀。咋了？看账了？跟我摊牌。不过了，差不多是那个意思。作吧，你就在那作吧啊！探长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我和玉兰之间，我做错了吗？你没错。也许这事一开始是个错误，可是我并没有做错。不，错不就是错误吗？错误和错，它不是一个概念。你们文化人这么矫情呢？错误就是错，错就是错误，这两者之间那有什么区别吗？我这么做就是为了避免让这个错误继续的错下去。哎呀，如果说这个事儿是个错误，你又做错了，那就是错上加错。我为了避免让我一错再错啊，结婚这么长时间我没碰过他。我就是怕他哪天会后悔了的，我要给人家留余地，到时候我好成全人家。我这么做错了吗？老刘啊，你们俩已经结婚了，两口子在一起过日子啊，你媳妇儿那么一个女人，你在那晾了一起两个月呀，那像守活寡一样，那就是错，也叫错误。睡下了，这连长敲门把詹涛叫走了，他去你家了，啊？你俩到底咋了？你跟俺说说。你想知道啊？王大勇他刚刚结婚了，照片都寄过来了。这不挺好的吗？你之前怕耽误人家，想成全他，这现在好了。可以放心了呀，那这还有什么闹腾的呀？现在看来啊，这件事儿也许我真做错了啊。你现在知道错了呀？当初劝你的时候你干嘛呢呀？啊，那一门心思钻到牛角尖，你都给人逼到那死胡同里去了。郝玉兰那是什么人啊？都嫁给你了，你瞅你拗的。算，当我没说。我这么做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。有道理吗？我起码是为他好。有你这么为人家好的吗？你想着成全他们俩，那郝玉兰用不着你成全吗？老刘啊，玉兰心思要是真在王大勇身上，别说你一个刘北伐，那就是十头牛都拉不回来。可人现在嫁给你了，那心思就是在你身上的呀，怎么就这么一丁点的道理你不懂吗？我是没想到他性子有那么烈，给我看了照片，半句话都不等我说，进屋就自己哭去了。就应该这么对你。我发现你今天丝毫没有立场。我有立场，我是坚决支持郝玉兰声讨刘北伐。你这样的人啊，就得好好治治你。你们两个人这叫过日子，那文化人那套拐弯抹角的，能把日子过好吗？我该怎么办？啊？你告诉我该怎么办？我不知道。真不想过了？俺要不想过，俺不会给他留三天，俺一天都不给他留。俺就知道。
俺都想好了，大不了俺就带着姐放过。俺还不信了，离那男人俺就不能活了。姐，你没想好。咋？那你要是想好了，哪来的三天啊？你一天都不给他留，死妮子学会编排。俺看着就是一时的脾气，连长人挺好的，俺也没说他不好。那你就别跟他怄了。俺就是得把这口气给出顺溜了，老虎不发威，还以为俺是病猫呢。你看你那样子，真跟母老虎似的。连长是被你吓跑的吧？看看还敢不敢回来？可能不敢回来了。爆破组，啊！俺们这儿泡氧去啊！男的打水，女的浮潜，这不就行了吗？哦，行，俺们去。哎，好，哎，姐，我来先过去了啊。是啊。来了，哎，干嘛去？我先。二排长找他有事儿。来，俺来扶仙子。你干啥？俺来扶呀。来。你成吗？俺成。不是，你成，我还不成。咋不成啊？我哎，连长，你咋不行？你不是轮胎吗？你媳妇要扶签子，你敢抡大车呀？废话问的，我也不敢。啊，你不许抡啊！我跟你说，警告你。原来姐，我也不行，我也不行。四箱，等着，还来一个。哎，怎么会有一哑炮呢？嗯，我点的炮点子呀，要不可能有哑炮。我去看看啊。我也去，俺也去，走，看看。哎，小心！哎。哎呀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没事儿，没事儿啊，哪儿都有你撑的。走，看看去。你没事吧？
只要没你，我就没事。解放睡了。啊，你是不是手套没按戴？大叔手套了。哎呀，你这可真是。没事。你咋不挑了他呢？这不敢挑是吧？胆儿咋那么小？我来帮你。不能挑的。咋不能挑了？不能挑。哎呀，胆儿那么小啊你！你不挑咋办呢？给你捏的，包着骨头啊！你别看，别看，别看。你躲啥呀你？来来来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！没事了，好了。你干啥啊？这是扎死我了！是试飞机，那是大家伙关心你啊。问呢？啊，俺那去看娃了，彩娥一人顾不过来。就该下雪了。以前啊，俺当闺女的时候就喜欢下雪，一下雪俺就往外跑。俺一跑，俺娘就在后边追。她越追俺跑得越快，给俺娘累的呀。哎，小炮，是不是打尿战了？快快快，走走走，咱们尿尿去。走走走。哟，葛干事啊！哎呀，大冷天在外边了吗？快进来进来。啊，快快快！外面可真冷。是啊，可不嘛。组长来了。团长让我来看看干区的进度。哎，快烤烤火吧。哦，不了。凤儿，你怎么看上孩子了？俺嫂子安排的，怕彩娥姐看不过来。这些孩子可真稀罕啊。葛干事啊，这么喜欢孩子呢？啊，赶紧自己生一个啊！
我要去工地了。这么快就走了？耿干是真不错，俺看他跟你啊就是天生的一对儿。小姐，你别胡说。俺哪胡说了呀？这李六一跟他根本没法比，一个是天上，一个就是地上。小姐，别说了。哎，不过话又说回来，这李六一啊也不容易，这么大老远追你追到这儿来，他就是太不争气。哎，不然你俩这日子不也过得好好的吗？是吧？麻利的了，这还叫麻利啊？还不如女人呢。你说太烦了。没事，胡哥，枪在我手下，听我的。装多，装多。帮我看看。别装了，俺说俺推不动啊。要你使点劲儿。走，快点。我告诉你们，我最喜欢砸核桃了。你说你放你俩船上了？都加把劲啊！我砸一个看看。北方，歇会儿吧，大家都吃饭去了。啊，我得抓紧时间。别呀，给大家做个示范。哎，你说这干渠修完了，水从哪儿来呀？水库。水库在哪儿呢？你咋才一口气吃个胖子呀？咱们八连也就是应付个水渠，真到了修水库的时候，那得全团或者全师大兵团作战。水库啊，因为闹着玩的。哦，真的啊！哎，哎，哎，什么？有私货呀！来来来，手脏，没人。那水库的水呢？嗨，还没过去啊，这是。那水当然是从天山上把雪水引到水库。到那个时候，水就听你的了，旱涝保收。那明白了。那样的话，水就可以引到沙漠里，那不就可以把沙漠变成良田了？这点水啊，那顶多应付咱们隔壁。要是把这水引到沙漠，那基本就跟小孩撒尿差不多。说话那么难听。好了好了，不逗你了，给。俺就琢磨着，啥时候把俺给变一变。俺要变成什么呀？我变成一个文化人。那你得努力学，学习。不用学，俺戴上个眼镜，拿本书，你拿相机给俺一拍，啪嚓，俺就成文化人了。那我真的拿相机去。哎哎哎哎哎。你俩干什么呢啊？这都放饭了。啊，放饭了。放饭了吗？啊，行行行，吃饭去了啊。别别别，我再给你打一份吧。哎，不要不要，你们俩吃吧，俺走了，北方。哎，慢点慢点。好好。你干嘛来了？我要知道你两个人在这，我再多打一份啊。啊，以后这一份你也免了啊。识时务者为俊杰，这活儿这你该让位了啊。
哦，我马上退违章鞋啊！哎，你发现了吗？你家郝玉兰啊，像变了个人似的。变成什么人？你说变成什么人？以前就这样。以前是这样，可是遇到你之后啊，就变了。这上山回来之后啊，哎，这个样我喜欢。你能想办法帮我找一眼镜吗？说你去，自己想办法。看来你们两口子日子过得不错呀，我吃醋了啊！不要不要！哎，你错了。哎，别错了啊，别错了。你咋做上饭了？我不是想让你吃现成的吗？来，别烦了。还烫了。你尝尝，哎，是爹炒的好吃还是娘炒的好吃？爹。爹。哎，怎么那么小就当叛徒了？爹炒的好吃，娘炒的好吃。娘炒的漂亮。嗨。哦，那娘漂亮，爹漂亮。走吧，走吧。来，俺来，俺来。还有啥没做的？就剩一个，哎，别去，你赶紧系上。你教俺的识字本，俺都学完了。我可没教你那么快啊。你没教俺自己不能学。学吧，学完语文还得学数学，学完数学还有化学，学完化反正学不完。那么多啊？那当然。你也没学完。嗯，活得老学得晚嘛。俺在识字班学的那些东西啊，俺以为已经学了不少字了，现在看看就认识个名字，其他都忘了。这知识要用嘛，不用就慌了。是这么个理。哎，那你说，俺要是老跟不上你，会不会拖你后腿呀？这不是这个理。其实我天生就有好多地方不如你。你还有不如俺的地方，那你说说看，俺不经夸呢。连长，连长，啊哎，总连长啊，吴团长来电话了，叫你去回个电话，急事吧？啊急，那我先过去了啊。哦，我晚上来。你去吧，你去吧。来的不是。俺跟解放等你吃饭啊。吴团长，师里让刘北伐去。什么事儿啊？还是劝降的事儿。劝降的事儿？这徐根发不是已经判了吗？说是要了解一些情报。我明白了。刘北伐告我了。哎，老钱，没人的事别瞎说。你怎么知道他会告你的？哎，早知道这么麻烦，我当初就应该派小分队直接把他们剿灭了。干嘛要派他去劝降呢？老钱，当时我们的决定是正确的，没错。行，你这事儿闹的，没什么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哎，老钱，别忘了，明天咱们俩去六连。忘不了。老吴，干嘛呢？我看你那耳滴都鼓了啊。这事你甭管。你长个心眼儿。哎呀，我知道。干嘛去啊？回家啊？哎，我走。我给你做好吃的。老乡啊，送的那个叫什么？加马虎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放，解放的放。冰冰，对不对？解放冰。这个呢？这个。解放。哎，爹回来了！爹，都饿死了。这是爹的那个姓刘，对不对？刘。别学，我都做好了，干嘛非得找？哎，还没洗手呢。我教会了你们，我倒忘了。哎，这倒好，俺们成文明人，你成大老粗了。娘，俺爹知道比你多。那是，我娘这赶紧学习赶上的嘛。来，快吃了，快吃了啊！哎，那个。团长说的啥呀？让我到市里去可能是劝降的事。啊，有进展了？大概吧。那太好了。
说不定就能解决呢。好，行的。来，吃。吃吧。嗯，这小子，这大的，哎，你看你瞧解放的字儿，俺，跟解放时呢，这一半都不会。咱们吃饭了，好不好？好。你娘学文化上瘾，哎呀，快来。哎，今天一半是爹做的，一半是娘做的啊，你看看谁做的好吃啊？还问如啥？是吧？爹做的好。以后每天都接着你做饭，那是。你也说点什么？啊？对了，嗯，老刘去食部了是吧？啊，一早就走了。你知道什么事儿吧？俺知道，俺支持他。你们两口子是真像啊，倔起来的时候都一样一样的。哎，你说的呢。那事情不弄清楚，心里不是个病啊。那倒是。李老爷啊，又有人找你，找我的。快去了。啊，走，就在那。你好，同志。你好。我找一下你们这儿的刘伟吧。找老刘？对。您是？我叫李显光，我是二师的。前两天我回上海老家探亲，听说他去找过我，以前我们是邻居，所以今天我来找找他。不凑巧，老刘这刚走去支部了。那他什么时候回来？我估计怎么着也给个两三天吧。两三天，来得及。我刚好到你们团办事。那这样，麻烦您跟他说一声，我来找过他。等他回来呢，到团部招待所找找我，最好能见面。队长姐，啊。那人是谁啊？好，谢谢你，辛苦啊，辛苦。哎，不认识，也不知道找我当那赶墨，找工作吧。俺给你写个字，二妹啊，你看你认得不？这啥？不认识。这个呢？解放，咱们家解放的名字，解放那么写啊？这太难了，好一兰姐，回头俺教你吧。好，这都是北伐教俺的，脸上这么有文化，俺要变成个文化人喽。走，快点。哎，开饭了，好，大家歇会儿了。走吧。这老人的人是谁啊？来找老刘的。找北伐的？嗯，说是老刘以前的老邻居，人啊在农二师。你咋不跟俺说一声呢？我这还没来得及说呢，你就问了。你说你，我怎么了？不能多长个心眼啊。人家是邻居，又不是什么特务。邻居才重要呢。北伐身份的事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我知道，你不也知道吗？小点声，全八连就怕是俺们俩知道。嗯，他不是一直想证明他的身份，一直没机会。这机会来了，你也把人给放了。这什么机会啊？这是。北伐不是在上海做过地下工作吗？那谁给他证明呀？我刚才说这个人是上海来的吗？又是他邻居。那他没准就知道北伐是干啥的呢。玉兰啊，老刘做的那是地下。又不是卖报纸的，满大街吆喝都知道。那至少他能证明北伐在上海工作过、待过。对，能证明这个啊？有什么用？有啥用？啊？那北伐上次专门到上海去找他邻居，那没准就找这个人呢。我发现你呀，干错行，你应该去看公安局。少埋汰。我没埋汰你，我说你厉害，你还真说对了。这个人啊，就是老刘上次专门找的。给他留了地址呢，这人才找到了老刘，说要见见他。你说你这个人，你咋才告诉俺呢？哎，俺给你请假，俺找他去。这怎么说走就要走啊？听风就是雨啊！他住哪？团部招待所呗。俺去了啊。饭也不吃了？不吃了。我只是觉得，政委，石小茂死得不明不白，
看房死得也冤，这样对他人不公平。可是人反映说啊，你和坎峰曾经是搭档，这不是秘密。问题就在这儿啊。什么？有人怀疑坎峰是假投诚？也没有，就是说你们俩关系特殊啊。啊，既然说到这儿了，我就多说几句。我知道这些年组织上一直在帮助我调查，可是到现在也没有个结果。我是在延安接受的培训，1947年到1948年在上海做地下工作，1948年7月到新疆也是为了配合和平解放。就在和平解放的前几天，我接受上级的命令去迪化见陶思业司令员，等回来的路上新疆就解放了。我回到营地呢，坎峰已经带着我的人上了山。当时的情况是这样，那后来我的上线去了台湾，以前部队的番号也都换了，没有人能证明我的身份。北霸同志，你说的这些我一定会组织调查，毕竟这关系到一个人的政治生命啊。轻轻的唤一声，盼你清醒，叫一声姨妈，我的母亲。捧一把家乡的土，带一缕黄河的风，吉祥的云彩随你而远行。天成双翅，连你俱欢。